之中，简单的说一下你对乌拉坎的看法和感情。我的家乡。什么事情是你最想做的呢？为民发声。什么事情是你最愤怒的？被欺骗。什么事情是你最开心的呢？和家人在一起。为什么选民要投你？给我力量，制衡政府。你觉得你有机会赢吗？这是一场艰辛的一战，但我愿意奋战。为什么要竞选？我觉得更好的政府是需要强大的反对党。最想对选民说的一句话？投我一票，让我为你们发声。说出你赢对手的一个优势。我敢发声，制衡。说出给你进雪州议会的一个原因。现在的雪州政府太强大了，需要制衡。说出若你中选后的计划。监督现在的政府，做出更有建设性的未来，制衡政府，建设更美好的雪兰莪。